各位大哥，各位兄弟，很欢迎你们来到这个联欢会，一起庆祝关二爷的生日。后台呢有很多贡品要拍卖，希望大家能尽量的喊价，为了不妨碍大家吃东西的时间，我们一边吃一边拍卖，好不好？好。今晚这条长虹的底价是16800，16800啊！有没有人出16800的？我大哥出168。啊，有人出168了啊！168，第一次，16800，第二次，16800的。168，我出20000。啊，20000了啊！20000。我大哥出30000。30000，好，30000。出100了，30100。30100。50000。50000，好，50000了啊！今天晚上这条长虹我是要定了，多出一点好了，50100。50100，50100。我出180000。180000啊！哎呀，180000！阿南出180000了。要出就出高点，苏朗姆苏丁呢？180100。是不是来捣蛋的你？你怎么这么说？出价本来就是各凭本事啊，哪有现在叫我收手的？你们红星能出，难道我们东升就不能出价吗？哪有你那么唧唧歪歪的？人家出多少，你就比人家多出那么小小的100块。鸡哥，这乌鸦出多少，我多出1块钱。哼，1块钱怎么算呢？哈，你这样子我们很难办啊。难办啊！别办了。我们东升到湾仔差之旗又怎么样？你说什么屁话？再说一次。陈浩南，你以为湾仔你最大，我乌鸦就没把你看在眼里？你说什么？你在这里插旗是不是？我就把你旗子拔光，我让你关门，怎么样？哎呀，你做生意嘛，不用这么过分。鸡哥，你怎么还傻乎乎的？这间酒吧叫东门，东升的东啊，你被人摆了一道，你搞不清楚啊你。浩南，你还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？如果给面子就不要闹了。就是因为你在我才给你面子。我现在不是闹场，我是来捧场。我每天可以叫个百八个兄弟来捧场，怎么样啊？你这是诚心玩我？我就是玩你，怎么样？我让人家知道我是红星的堂主。嗯，红星的堂主，我是铜锣湾的扛把子。铜锣湾扛把子，你们要找到伙计们原谅相当去。干什么？哎，不要，不要。哎，我是罗宾逊，湾仔去警司，能谈谈吗？你是警司啊？怎么样呢？我路过这里要喝点酒，我不想看到不愉快事情发生。好，我给你面子。你要愉快是不是？今天晚上你肯定会愉快的。来，干杯！死乌鸦，干杯！哎呀，明天我就不敢保证了。说自己来就自己来，有种啊！有接班的，看来你还真爱这个妞儿。放心吧，洗干净晾干在等你了。呜呜呜呜呜呜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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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轮到你了，不要太累了，留给兄弟们吧。别动，打了你的头啊！快给他！
放开他。我怎么这么说呢？他是你马子，您问他我怎么样？南哥，我知道你是谁了。哇，你会说话，让我轻松一下。放开他！小金吧，陈浩南，我告诉你，今天是你跟红星完蛋的日子，以后在湾仔就是我东升乌鸦的世界了。赌马练车过大海，收靓仔响躲臭躲。